多謝投票的每一位朋友。有沒有想著怎樣慶功？沒有啊，真的沒想啊。可以怎樣啊？現在想啊？吃下東西。沒有啦，我們正在開 show， 我不想好像前功盡廢一樣，因為這次真的很努力地想為做演唱會的時候，即不想讓我的身體啊或者任何的東西可以阻擾我發揮啊，所以今次真的很努力地去鍛鍊身體啦，去減磅啦，即希望 for 個 show 可以做得最好咯，所以不用慶祝就可以了。得噶啦，已經戒口戒咗嚇？誒，咪戒口戒咗都一段時間啦。但我覺得最重要係我今次又做 P， 即係 personal trainer 啦，又打泰拳啦，又學跳舞啦咁樣，所以我諗加埋一齊咯，係啊，健康嘅，大家放心。最後嘉賓個 list 落咗未啊？哼，不得了啊！大家唔講得啦。我會想請阿 Ace 啦。哇！我想請的人實在太多了，很多人都很心心眼咯。其實真的我是比較花心的，即是我認的，同埋我真的覺得我哋香港的樂壇在過去呢兩三年裏面真的特別刺激、特別正啊！所以真的望住很多不同的 target 都很想邀請他哋做我演唱會嘉賓。因為每一個單位都會可以擦出到不同的火花噶嘛，係咯。一同啦 ，SM 好正，真係嘅，都有少少嘅同台表演。係啊，有少少好似預演緊我哋嚟緊年尾，算唔算係年尾啊？暑假後嘅我哋兩個一齊嘅 show 啦，其實有少少遺憾嘅，因為本身係四月頭開嘅我同Anson Low 嘅 show， 咁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啦，咁所以而家就褪後咗咯。但係唔緊要，我哋 keep 住呢團火，到時炸爆個舞台。好似真正合作咁樣，你覺得個 feel 係點樣咧？係咪都係好 high 啊，或者點樣？有啲咩特別嘢？真正是一起跳舞啊，這樣我們是不是第一次啊？MV 是合作過的，他的 Mega Hit 的 MV 舞台不同啊，是是舞台仔不同啦。哇，他的力很厲害啊，真的。還有呢，他是呢會令到我很緊張，我不可以跳錯或者走錯位咯，因為他的力呢是很厲害，即我很怕如果我走錯位的時候他不覺意打到我，那我就暈低了。但我覺得很開心咯，即見到他今年的成績，即我想大家都見到他很努力啦，亦都很忙啦。有時呢我作為一個即死 fans 啦，我都覺得好肉赤啊，好辛苦啊咁樣。咁但係佢頭先喺台上面講嘅嘢，令到我好開心咯，亦都係一個很好嘅提醒咯。即我覺得我自己都覺得機會唔係必然嘅，即有陣時當然會有少少攰啦咁樣。咁但係我覺得有機會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嘢，我冇資格辛攰咯。係啊，所以繼續努力。咁啊 ，Joyce 攞三個台嘅女歌手獎啦，咁嚟緊下一步會唔會諗住就係挑戰埋金曲獎攞大滿貫咧？哇，好啊！我咧好傷心噶，因為咧我知道原來今日咧係十大嘅 number one 先至有機會上台唱歌啦。跟住我前日彩排嘅時候得知嘅，咁跟住我就唔理我彩排嗰陣時俾我唱多兩次，就自己唱咗先啦。咁樣咁，所以都希望可以有呢個機會啦，係咯，即係希望大家除咗中意鄭欣宜之外，亦都可以中意鄭欣宜嘅音樂啦。嗯，唔該曬。